巧没现做，哈哈哈哈哈！那个镜头，对啊，吊桥。好恐怖！没挂号啊，没挂。我有头晕。现在还没有感觉。八米一。拍起来拍不到那个感觉。有啦，正巧刚才是像我妈讲的那样，我知道那种情绪路也不错，那个不讲明显，那不看。有啊你。小李，请问一下，刚刚在隧道里面，我们车一直叫吗？还是外面的隧道在叫？是我们的。我们车怎么了？就是那个暖气。好。它那个气切换的时候有点震荡。了解，没事就好。油田加暖气。可以啊。不然就是那个。是烟火气啊！它现在旁边都很多那个放水厂，就是那个消防的设备。对。走上去。我不敢。拉过去。他都是跟着我。好，我去带了呢，没关系啊。我不用包的，我来这台都有啊。真的，我这冇拍呀。现在这一条啊，就是唯一那个车子
大车子可以走的，这就是主要干道。那麻烦大家也要稍微记一下这一个标，这个柱子哦，民宿一查驻车场、嗯，你看到这个就记得要转弯哦。我们要回停车场，一定要过刚刚那个相遇桥。嗯，有没有？我们刚刚有走过那个会撞的桥吗？对，好，一定要过相遇桥才会回到车子。好，那所以如果你要认路，其实用这个比较好。啊，待会我在餐厅我会发给各位地图。哦，其实它的大路就是这一条而已。然后我们一定要过相遇桥回去，就干单嘞。好。好来，那先跟着我们走这边。电电网吗？两分。你吃饭。没紧张。
三间小屋。对，这个就是最值得拍的啦。啊，去三间里面拍一张拍立照，然后拍一个小屋。来，先帮我拿。小屋有点大。发挥一下。拍口罩会输的。拍照后面，对你这个卡车位，流动的血不会解冻。
그렇게봐아니아니뭐조그만한거내눈너무봐他们在在看你呀、啊。好，那个，你看，像我们刚刚是走那一条，其实这边只要这个走过去，就我刚刚说那个主干道，有没有？它这是平行的，所以没有很大，好，不太会迷路。神田家，神田跟和下去，对，啊，也是吃这香的，不是，不是，上次没在这吃饭，哦，对，好好，对，我们就是在这个叫塔纳卡田中用餐。那有人在跟我说，就是有人看网络上是那个展望点，有没有？就是在那上面哦，所以如果你有要走，你就是出来这边直直走，你就会看到那个是斜坡往上，很斜，很斜哦。所以那其实是运动哦，很辛苦。所以看你有没有想要去走，好，走上去大概就要20分，好，所以自己斟酌，好，因为有人在来回20分钟，走上去20分钟，上去20分钟，嗯，下来。下来15分钟，现在过了，现在过了，嘛是爱去过，系啦系啦，来啊对不？针对两块人，无咱十分钟去变就好。啊，小两块人，就是咱自己的。嘿嘿。啊，要健康。要拖鞋，好麻烦。啊，拖鞋，拖鞋。拖鞋。拖鞋都要穿拖秋龙啊。嗯。好，哎呀。哦，旁边可以椅子可以坐，那边椅子如果有，你旁边的，啊，帮我那个把架起来，把那个嘛架起来，架起来，架起来。啊，走，走，小心哦。对，我的，看，快点，如果餐厅里，他吃饭快一点，